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一下《王者荣耀》的游戏视频。我们今天玩这个是火焰山，然后现在匹配到吕布。我们现在全员带的是医疗，看一下现在对方就两个带医疗。这一看对方就是不是专业的了，是吧？这一把肯定会好打一点。
开局还不利，开局不利，然后后面打的挺稳的，三杀就差点四杀了，这把 MVP 是我，11.8分。活动那里就多加了一个亿，就表示就可以领奖了。好，亚瑟，新亚瑟的，版本更新后的亚瑟。我们把它改一下，改成治疗术。上一把他们对方就两个人出医疗术，可以看见对方是多不专业啊！打火焰山就不带医疗啊，三个不带医疗。看这个 S 3的盾牌，好像以前是背在后面的吧？现在是手拿盾牌。现在又拿一把剑，那把剑还挺漂亮的，花花是吧？就是这东西呢已经改了啊。这个皮肤就是这个 S 三赛季引用之后有的皮肤，应该是属于限量的吧，挺帅气的啊，全身闪闪发光。就是第四赛季是那个庄周的皮肤，也是黄金的，但是没有亚瑟这么亮啊，亚瑟这个全身发亮啊，比较帅气一些。这里面有光雨感觉在这里好像不怎么好运啊，因为你要不停的跑，但是那个火焰山的路也就那么点大的，哪里够光雨。碰一下，那关羽马上冲锋状态就没了。对方两个射手哎，我方就一个双向枪，对，两夫妻要对打了。不过我方这次也是不专业，就两个人带医疗，其他都不带，这是什么？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开车开启，请和你说。看看这个香香走啊，这个皮肤香香，不错的。想不开，直接跳入火海吧。光明。关羽就出现在我面前。Okay.
跟他们相杀呀，但是他不行，一下就好猛啊，三个被我推到火坑里面，一个斩杀，报仇一下。小乔就刚才推小乔，小乔刚才把我虐了一下，我现在也把小乔虐回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xecuted. 我刚出来可是无敌状态，而且还有防御术的，我去，这么多人，我赶紧撤。我还不是已经被这个项羽和关羽别过来，跟你们一个火球就把他灭了，就把他破了。这个地图感觉不适合关羽，就这么点地方，他完全要靠马去，也成功了。不小心自己跳入火坑了，地板又打得很更快了，又有一个，而且也是一下子能击杀三个。这区域就死了。看我的大刀，这个亚瑟的大刀后续还有伤害，原来亚瑟就没有。免费的英雄，反正是大家一出来战壕就有这个亚瑟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刚刚有了，我又出现到你了。我就没死了，我不追你追谁呀？哎呀，放下去了。可以，打不了他二弟，打他大哥。小乔，我进来了，赶紧跑啊！别打我。不行，这把可能要掉了。不需要了，就最后一个，再杀一个人就不行了。他差点被关羽斩杀，已经我方队友把对方及时击杀了一个，两把下来都打得挺爽的，挺顺畅啊，杀的也挺爽啊，特别是开局都是打得都很好啊。这把还是玩 MVP 啊，10:40。好了，那本期就录制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伟哥视频，点个赞。